看一场应该属于圣诞节的表演。欢迎他们，有记忆票券、吸尘器、烤箱、调理机、电动牙刷、电磁微波炉、浴缸、好丰盛哦！又到我讲了。69150969，所以这个地方他比我熟多了，而且告诉你们，他厉害的是自己找过来的，我和老肖都没有带他，超厉害的。心爱响铃铛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肖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现在带小爸小妈去过圣诞节啊，弟弟签好。你们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不去夜诞城，不去101，不去星光三月。你们能不能猜出我们到底是去哪里？走，跟着潇潇走，带你们去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。哦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才出门。圣诞节就要天黑才出门，才有 feel。教会，好多人呢、哦。肖妈到教会来，到台湾的教会的感受，其实肖妈比我要熟悉，因为她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地方是她最熟悉的。我也没有学到钢琴。今天的圣诞节没有带肖爸肖妈去那么多人的地方，只是安静的在教会里面看一场应该属于圣诞节的表演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了摸彩环节。好，在这个抽奖时刻，请大家认真看。教会希望小小能抽到30个，有记忆票券、吸尘器、烤箱、调理机、电动牙刷、电磁微波炉、浴缸、好丰盛哦！棒棒糖、电锅，哎，还有什么？礼券，家乐福礼券，拍手。好，我们会有请两位牧师先帮我们抽出爱咖啡100元的抽奖券。肖妈摸彩券拿好了啊，我感觉你要中了。到摸彩环节了，肖爸出现了。肖爸来领奖了，加速，有动作加速，我看到了。 OK， 来六七下降，我才知道到底有没有。好，来七二六九八二，最后来六八四二七二，六八四二七二。有一个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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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气氛太好了，受不了。分享一些见证的故事，让我们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是我每次只要去教会的时候，我都是教会的人，聚会完就马上走，就赶快跑。而且在双飞律师，
69109，这个是一定要对的，有吗？有吗？在这欢乐的圣诞季节里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天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我们这边是654。以后挪到那个位置要赶快抢，那个很幸运的位置。或者我们一起唱平安夜，好，我们邀请大改堂的牧师能够一起上台。圣诞节，这个是一楼了，天怡，你下错了，我们要进来，哇，看，天哪，圣诞节好像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是吧？你在大陆的时候，好像也有圣诞节也有表演是不是？节目，嗯，哦，表演也很隆重哦。台湾的这个跟大陆的一不一样。有点不一样的，它是什么呢？小品多。小品，嗯，就这边是叫舞台剧。舞台剧啊，哦，台湾这边舞台剧比较多。哦，我们那边呢，就是也有这个舞台剧，嗯，就是没有那么的长。嗯嗯嗯。这个短短的，还哎很也短。嗯。还有小品。很小品。啊，嗯，还有这个歌舞。哦。啊，还有这个乐器。嗯。乐奏。氛围都是一样的，氛围都是一样的，都这么热闹。主的孩子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氛围都一样，氛围都一样。你们一直在说，怎么不带肖妈到台湾的教会看一下？我跟你讲，肖妈已经是淡江教会的老什么信徒？信徒的每个礼拜天，只要我不出去玩，他都会过来。所以这个地方他比我熟多了，而且告诉你们，他厉害的是。自己找过来的，我和老肖都没有带他，超厉害的，主的指引，的对，主的指引。肖爸肖妈年纪大了，他们不太适合晚上这么冷的天，然后去那个101啊或者耶诞城那边，他们也不愿意凑那个热闹，所以说我思考了一下，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淡江教会，正好这里也是肖妈特别想来的，因为跟他的信仰息息相关，所以肖肖家的平安夜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妈妈领到礼物了，弟弟有礼物，弟弟有礼物了，圣诞快乐！哎呦，姐姐也有了，圣诞快乐！